我相信这位，这位嘛对真正熟悉，对，尤其是伊的翁婿，大家更加熟悉。对，虽然因翁甲阮倒脚，因翁拢去做神啊，但是因某做天使啊，天使哦，阮毋是讲做神呐、啊。哦，无啦，阮爷兄讲做神呐、啊。啊，阮迄个基督的讲做天使啊啦。做天使啊。免啦免啦，嘿，对啦。虽然吼，阮拢死翁婿的囝，恁哪有拢死翁婿的囝？伊个。你是养三个囝，对啦，因两个囝，嘿，因两个囝。啊，不过不重要，因为社会给我们很多的资源，给我们的爱，尤其是耶稣，感谢耶稣的爱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让我们知道社会的爱，我们知道施比受更有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再给出去，要再给出去。所以现在我们都投身在公益这一部分，帮助独居老人、安养院老人，包括这一次的八八水灾，我们都参与在其中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现在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很坚强的李丽华，李敏然的太太李丽华。大家好，晚安。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要等出场等好久哦。我们今天我们坐一点多的派那车子高铁来到了凤山，然后为了要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我等了好几个钟头，几个钟头啊，从一点半到现在几个钟头啊，六个钟头。但是我就是期待这个时候。我刚刚听到有在座的朋友讲说，伊是李敏然的老婆啦。对啦，我是李敏然的老婆，我叫做李丽华。大家好，谢谢你。对，因为大家不认识我，我变漂亮了。因为我擦了上帝的化妆盘的化妆水，还有上帝他给我的爱滋润了我，让我本来忧伤的心灵，我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快乐。今天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演艺人员，我们千里迢迢的，我们带了很多很多的爱来到这里，就是要把我们的爱再分享给所有在座所有的朋友。最重要，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了上帝的爱之后，本来我们很破碎的心，我们渐渐的康复了。有了上帝的爱，本来像是一只枯萎的花朵，大家看到我今天站在大家的面前，你们都不认识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越来越漂亮了。我们给自己还有给我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今天会站在这里，无非就是要告诉在场的每一位朋友，有了上帝，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。我们希望还不认识上帝的朋友们，你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变为一家人。真的，在四年半以前，我的先生他忧郁症就突然想不开，他走了。这个噩耗对我们家庭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，就好像这次的八八风灾一样，我相信我们的痛都一样，因为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们的家毁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跟我的先生认识了30几年，我跟他经营的家庭、孩子，家里唯一的支柱就这样倒了。本来金钱、精神都是依靠着我的先生，但是突然支柱倒了。还好人家说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怎样，人会跑，是吧？靠上帝最好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真的感谢有上帝。今天大家看到宝如还有我，我们真的很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依靠上帝，因为唯有让我们的家庭喜乐，我们的国家才会更丰富，才会更强盛。尤其
在座的每一位女性的朋友，我们的丈夫在外面打拼事业，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庭，是要靠着我们给他们安慰。昨天听到我们的牧师在跟朋友分享，他说我们的女人真的好伟大，我们有漂亮的外表，但是我们有坚强的内心，所以我们疲累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谁呀？我们一定要依靠上帝，让他支持我们，让他来抚慰我们，坚强我们的心，我们才能够去安慰我们的先生，带领我们的孩子。所以还没有信靠上帝的，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接受上帝的爱，好不好？真的有了上帝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今天大家看到我所穿的、所戴的、所用的，不是我的丈夫给我的，是上帝，是上帝给我的。我本来是倪太太，大家现在已经叫我李老师了，大家知道吗？我现在在社区大学教唱，每个礼拜都要跟几百个学生在一起接触。当然最重要，我是希望把上帝的爱用更近的距离告诉大家李丽华的转变，因为上帝的爱它可以滋润着我们，让我们更有信心。我们无非这样子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来，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信上帝有多好，我们一起来信上帝。真的在这里十二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，让我更想念我的先生。每次到了圣诞节平安夜，他总是会带着我们全家到教会去感染那个气氛。但是后来我的先生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了，他信了别的神，以至于他走错路，走向死亡的道路。所以人的一个信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可以做他的给熬，我非常的喜欢他，也是我永远心目中永远的倪大哥。